邯郸特产有哪些？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。想去邯郸旅游，就先了解邯郸有什么特产吧。一、驴肉香肠。驴肉香肠是永年县的地方风味特产，选用精驴肉剁成肉末，加绿豆粉芡、小磨香油，多味名贵佐料，用老汤调制成糊状，灌入驴肠衣内，扎成小捆，最后用果木熏制而成。二、圣旨骨酥鱼。圣旨骨酥鱼是河北省传统名菜，骨酥刺烂，鱼肉香鲜。三、邯郸名官熏肠。邯郸名官熏肠是邯郸地区名官特产，其肠皮呈栗子色，光亮透明，其风味清香可口，油而不腻。四、鸡泽辣椒。鸡泽辣椒又名羊角椒，以色泽紫红光滑，细长，尖上带钩，形若羊角而得名。另外，邯郸还有歙县核桃、蔚县鸭梨、五百居香肠、永不分离酒、重台酒、赵王酒等深受人们欢迎的特色产品。